在活动中看到大家不分你我，互相帮助，秉持着菩萨的心，发挥出青年的力，为的就是要将我们的活力与欢喜带给来山大众。每一位青年都尽全力的展现自我。花车组的心得呢，我就是在花车组除了有扮演观世音菩萨穿布装，有时候也会担任就是像工作人员比较幕后的角色。那我觉得除了非常开心可以跟很多很多大众结缘，台湾青年的身上有我们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，譬如他们的笑脸一直洋溢的欢声笑语，还有他们一直都做是非常认真的工作精神。梦想比天高，让你的信念人人都如愿，每一天。